你总算回来了，狼家的部队向我们发起了突袭，佛堂危险了，赶快回去帮忙吧。Thank you.
在磨蹭什么呢？得赶快出发了。你在磨蹭什么呢？得赶快出发了，要出发去下一站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下一站，始州城。
一小块腐烂的窝窝头肯定是不能吃了，由于一直被紧紧地握着，已经变成了手掌的形状。这次又给我带什么惊喜来了？哦，太棒了！再给我更多更多的灵魂，路上可要小心啊，英雄。妾身可是十分关心您的。
今天又来找乐子了。一小块腐烂的窝窝头肯定是不能吃了。受到伟大慈母祝福的人将会超越生死轮回，不畏死亡。母亲会一次次不辞辛劳地将你再次送还阳世。今天又来找乐子了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
你在磨蹭什么呢？得赶快出发了，要出发去下一站了。要出发了吗？哎，等等，我看他是去哪儿。下一站是州城。
今天又给妾身带来可口的灵魂了。决定了，可就不许反悔了。啊，不喜欢吗？加油啊，英雄！你可别让妾身感到无聊啊。一日不见君，可是如三秋。